们先玩无限脱棋好了。哇，好多好多韩国人。伙伴，你这次的战术是什么？我们选机械好了。手笑斗龙其实有一个很 OP 的策略，觉得好像应该用这个。他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这个在前，这在左边，他会先攻击，攻击之后死神会出来，然后他出来死神可能也会先攻击。后面鼠长老大的位置其实有点重要，那应该是我赢了，记得要升级。你的手下很，下一轮升级吧。要锁吗？锁一下好了。这样我会玩一轮升级。这样才加二哦，干哦，没有，这样会回弹一个卡片就是了。哦，没有损血哦。我干，他太晚死了。他不能这么玩死，所以他应该恩诺斯那个应该还是要在最左边呢，因为我不大确定这个鼠党会什么时候先什么时候攻击。对，好，所以我要先升级，然后我可以先甩啦，斩。火是四连胜的意思吗？好像是。这样他应该受到我们更多伤了。这是个正确的战术。团结一心，携手合作，为了达拉然。干！感觉顺序真的超随机的。应该不会输啦，干！不要闹了，三小，超多卡德加，我快死了。我
可以拿这个啊，这个升级其实还可以考虑，感觉不够好，感觉没有很好，可我可以买这张啊。OK。冷战，等下他看得到我的手牌吗？应该是看不到，我猜。哦，冷战，很认真干活，谢谢你的夸奖。先升级吧。哦，你说看不到手牌是不是？我靠！好，好扯哦！这是一个两等的食腐土狼啊！你的手下很增加英雄能力吧？哦哦，对啊，这样会发生什么事？会变两个两费水机手下吗？两个，嗯。毒其实蛮好，这个蛮好的。要冰吗？这个其实搞不好不错，就是可以变成更高费的东西。就握在手中的时候。我靠！不，卡德加，不！我不知道我打不打得赢耶，好像看起来打不赢。QQ， 这个可以叠，我当然要把那个卖这只卖掉啊。我要升级，哦，有这只，这会变22的老鼠，哇哦！其实蛮有可能会舍弃机械的感觉。我要什么东西吗？不，卡德加不。Oh my god！哦，七个，七个二，
这只药，哎，其实可以卖东西。这只其实有点没有那么好了。大概是这样吧。这只其实也有点弱，师傅徒劳。看他东西都超大，他东西超大。干超烂，超烂吗？还蛮烂的。哦，很赞，不要重复就，很赞吗？好像也没有到很赞，平手、哦，竟然是平手。卡德加其实也有点不好，这张很明显是很强吗？哇，这是会打旁边的。为什么会换位置啊？带回卡德加 ，Oh my god， 这三小。哇，这是两等的铁皮孔角龙哎！哦，我没有信心。哎，打不大赢，我干！别人收割者有点强啊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有点想要做这张洞穴多头蛇。就直接升级好啊，呀，有七费的东西吗？哦，这张还行耶。再见好了。我也不太喜欢这张，老板是换来的金币。很赞！我靠！哇！哦，没事。所以我其实蛮需要这个巨狼先祖的。张可以合体啊！好好清格子哦。我个
啊，我应该先合的，应该先合的，但好轻微之处啊。我要最直啊！来，我干三。哦，因为我这只的关系。哦不，看这三小。看他这样叫超多那个。我敢，我赢了吗？看起来好像不一定哎，这个面纱有点难讲。很奇，搞不好是平手。我干，我输了。三 D 哦，感觉灭杀好烦哦。你回来了，哎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哪有不太喜欢的？什么？哎，这是换来的金币。好，这两只都不错，我应该这一轮就分胜负了。哦，还有两只，这个真的是 OP 啊！哦，把他干掉了。我把那只干掉，我应该赢了，应该啦。反正有十只哦，我好像也没有赢，好像剩一两滴之类的。有六等，再加上二，好像刚刚好，好像刚刚好，六加二应该刚好赢。GG 啊！一玩就吃鸡啦！